胖的吗？啊？我每天长期处于这男人的威逼、暴力之下。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？你说，赶快去！我跟你讲，每天都这样捶打我，暴力虐待我。你看，拳拳到肉啊！你看，拳拳到肉。你看这个肉，拳拳到肉。你脚大是吧？你脚，啊？脚是不是很大？哎呦，我痛死我了！我要验伤。验吧，去。你们，这是老二周扒皮，又让我帮他买玉米，钱又不给我，太坏了这个人。天天剥削，不仅打我，还花我的钱，还花我的钱买玉米。我还吃你的床，我还吃你的人，我还吃你的饭，我还穿你的衣服。穿我衣服都穿不了，穿吗？你想离开就说，知道吗？反正不愿过了，怎么着？早点走。人你妹呀！人。天天买玉，天天买玉，天天买个几十块钱的玉米，捡得到钱喽？鱼没看见拿一条回来。你答应人家的20斤的鱼呢？啊？那你啥事？关我啥事？你有本事你别让我去买玉米呀、啊！还关我啥事？谁叫你买的？啊，狗。狗叫我买的。狗去买的。狗叫我买的。狗去买的。狗叫我买的。我在骂狗。我在骂狗，行吗？傻逼。原来是狗。你才是狗。你下次还敢烤鸡屁给我吃，我给你试试看。烤鸡屁股啊！我下次就烤那个屁眼，不是烤，我下次就炒一碗那个屁眼给你吃。你今天赶进房间试试看。你看我炒不炒那个屁眼给你吃哈、我放点葱姜蒜哈、放点辣椒，啊，你还吃的还有那个什么磨嘴巴哦，嗯。第一次。你会说好吃好吃。第一次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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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他装成这个样子还怕你，怕你咋的？傻逼，把你锁了！你别开呀，你开干嘛？哎，这个人晚上要跟儿子睡，搞得他好像跟你睡了一样。你干啥呀你？你看看这个人有多讨厌，人家睡着了都是左摸右摸，稀罕你摸一样。那你问他。我不要问，人家睡着了。睡着了。睡着了你还去骚扰人家。我每天为什么就是半夜跑到我床上睡睡什么，跟我睡睡也抱在一起睡啥呀？啊？我就现在问他。本来他想抱我的，走错了方向。